谢您的八个二百五十个棉花糖。行，待会你当房主吧。对，有你。对，有你。来，废墟。来，废墟了。他都光进来。什么声音？啥声音？这里心跳刚，然后没了。黑白吗？不是。那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？啥走吧？摩尔大洞，上鸟笼的。啥走吧？不是。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怎么出来了？我溜了好久，我感觉我吃了好多东西啊，我感觉。你在二楼跳要鸟笼一小洞吗？我在了，要不要鸟笼小？不要！他不管我，神经病！可以。我刚刚差点吃一刀，吓死我！我感觉我溜了好久，我感觉。别摁了，算机子，别摁了，摁你个头！算机子，鸟笼好像是那个谁的遗产。入殓的应该修大门。对。把，先把机子算好。然后鸟笼的是佣兵救我大洞。我不清楚他需要多少，我完了就有一个宝，你需要第二台，然后我看我第二个宝在哪，佣兵不知道在哪也，佣兵也不知道在哪，佣兵三板应该是三板，行，没有 ，no， 我的鸟笼应该是，入殓的吧，鸟笼是入殓的，我第二个宝在女人香，我去女人香挖宝，我操，来了。会不会来废墟抓我呀？废抓，就是抓你，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嘿，想干什么？跟他绕模型。我操！你旁边路过，希望他不管我。我不知道，废墟心跳蛮大的那种。他冲走了。我操！你这个智障位移搞，兄弟，大哥不是吧？插眼呐！你跑来废墟给我插个眼，然后跑了。你在哪插的眼，大哥？你就修那台吧，就差你那台了，就差你那台，别多修啊！我不拆，我大洞给他修还是怎么说？大洞默认吗？待会儿，他自己回棺材了，机子可能够了，你多修了，你去，你别修了，要不你去找大洞。我去哪？差鸟笼。行，我去大洞修鸟笼去了。怎么搞的？三岁一怎么溜的这么差呀？差鸟笼是吧？我去补了。三岁修错机子了，干什么呀？我说鸟笼再补。他那个技能一级技能，他不算一刀斩的，他不算一刀斩。这开到你哪了吗？挂号了，快开了，多快开了？可是还差一台。啊，他心想没修开，佣兵怎么大洞过去了？他去摸他了。大洞摸人啊！大洞摸人嘛，这么秀，强摸强呀、啊？强摸吗？这么秀？走，我们去抢梯墙，抢梯墙，五十的树叶。OK， 梯墙，你过来就能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剩五十，能怪吗？二十秒一个，我到你贴门，那我来了就压好了。挂好，行，你发快走，压好面子，就七十了，啊、那没事了。我手里二十二组血，我手里。插眼的，插眼博士真刺激。佣兵过来，哎，佣兵过来呀，佣兵过来，我不就那个了吗？爬出去，快给爷爬。来，我们准备看啥的爬行加速。我有摸他吗？哎，我操，爬的比我还快！一刀斩，你知道？你看他流血，你不摸他吗？哎，不过爬的好快啊！哎呦，这个确实快啊！哎呀，流血快，人家爬的也快啊！
这真快呀！他说三岁怎么回事？这搞得快死快死了样子。这个博士我没看出优点在哪儿。给我们吃分啊，还不懂吗？啊？坐下来给我们吃分的呀！你看这不就？哇，你是不晓得他开局，我操，直接瞬移往我脸上冲，我操，我人傻了，那直接就是那个加速，你啊、对，两段加速直接跑脸上来了。不过我前期溜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确实走人快，但是抓人没看出来啊。有他在女人香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不要爆点，我在三，我在三连。博士，撞三连，来撞三连，一路加速来撞三连。啊？我三板空地啊，大哥，我进院了，不说了，不跟他玩了。啊！你要倒了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行行行，走。我流血流差不多多少了？能摸起来？你直接交死起吧，你倒太快了。嗯，我肯定要交。你晚一点交，你可以先排一会儿。等会儿他没给我插眼，大刀摸一下吧。等会儿在二楼溜，等会不能摸。你等会你在想就是二楼怎么溜？二楼能溜吗？你觉得？我二楼修啊，二楼有机子。二楼有机子修呗，心跳了就溜。你觉得呢？可以按鸟。陈松杀我！按鸟，等会按鸟。你是真的？你是真的吗？这能隔窗？封窗？杀我二楼！你是真的吗？这把只能保平了，你倒这么快的话。保平那都不至于。二楼六啊，这应该还是博谦吧，搞事情的。有鸟，记得要鸟，需要帮助，鸟是一定是给你的。我是没想到啊，这是真快呀！救人位是要不到鸟的，救人位，这救人位没有鸟这一说，鸟一定是给你遛鬼用的。你遛出去了吗？我需要两百英镑的宝。怎么说？要鸟。200。要鸟了。大门一直响，我在修。赶紧把地形占了，他那个冲刺是有插刀的。我知道。哎，这能正手，那没事了，没自己了呀。什么东西啊！我是不敢相信，不是真的，就这么猛吗？我一摸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摸钱，别个搏命呗。找到摸我，我一摸钱。差一点点，我差10%左右吧，摸不了。你为啥不在医院里面溜啊你？没双弹啊！赶紧带走，进医院，能进医院这把还有机会。可以操刀了，我活了，再见。我是真服了，这把机子可能快够了。我操！杀你！他传送。我敢修吗？你觉得？我敢修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反正不起来，我反正不起来，我反正不起来。那就拖呗，拖呀。他会多修一台新的。我是不敢摸，我大众修行不行啊？你打洞也没人可以打，准确来说。摸行不行？我还摸佣兵行不行？你妈输液吗？我不敢动啊！不敢动！我第一次这么慌，我敢动。你撑住，你活着就行了。我在二楼，我去挖加个宝，挖好了就也好了。嗯，你活着就行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拼了命了，呱唧，你活着就赢了，不需要救人的这玩意儿。哎，再摸，好了，再见啊，朋友再见。他不知道我在哪，我要活了。摸好了。快，马上也好，等会天门，等会天门，等一会天门。OK，我现在就贴。哦，直接贴小门吧。
翻你是吧？传送交过了，传送交过了。管你吗？管你吗？不是不是不，暂时不管，暂时不管。你大型招你记得不要是平地招。哎，黄鹤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大型招你可以接他的冲刺，懂吧？大冲刺是没一刀斩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跟你说的，你怎么反过来跟我说的？没事。哇！别管我，去抢门，去抢门，去抢门。哇！冒险家天下第一。地下不在这。我慌，我慌，幸亏佣兵扛刀，掐死我了。第二在女箱。兵流血。那边有人吗？你那边传送交过了。嗯，我这边没有小没有人，屠夫没过来，屠夫六十米没过来，六十米。哎，黄浩，能爬能爬能爬。开了，门只要开了，你不死就行。门开了的话，我给你扛刀。门开了，我给你扛。啊，然后我们爬出去好了。怎么了？来，看佣兵爬，看佣兵爬，爬呀爬呀爬呀！三出三出三出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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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我是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在这里忽然间飞过一个屠夫，我心态崩了。关心精准，我控制所有的骗没事，三出了，没事。咋了？都是神仙。对呀、啊，当时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贼弱，为什么到他们的时候？屠夫在废墟，不一样的。爆点爆点，先知在，先知和卖家都在原像，你懂我意思？嗯，我看不见。我操，又是博士好像。哎，哇，三连去了。又飞中三连，又飞我。对对对对。我心态崩了。留他进医院溜。你不要带两枚床，花鹤能六能六能六，花鹤不要女生。我带正三连六，正三连六。我懂，我懂。我能六，我能六。哎，正，哎，在哪去了？追了个寂寞，寂寞的歌，你是真的弱智。抓院呢？抓院？进院呢？你进来呀！你进来呀！啊，抓我！他说我就不。嘿，你冲刺！哦哟，你是真的！他会不会又在传送？有鸟吗？有鸟，有鸟，鸟是给你的。有鸟吗？我没有鸟，他需要帮助。我进来了，再见。他不会带闪现吧？我操，闪现博士吗？就好笑了。这离谱啊！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我怕了，大哥，大哥。哎，传送人没事了，大众，大众求自保一下。怎么把马伯谦呢？啊，不，那把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有大众啊，十字前进大众，我摸你。啊，不摸你不好，摸你不好。没狗，狗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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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摸我，他摸我，先着摸。他进来了。只看见一个鬼在附近窜来窜去，哇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！哎呀，博士给我加分，我是真快乐啊！哎呦，妈的裂开了，妈的找到我了！啊，休息休息休息，我看看，等他，我没有想到啊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我是这么强吗？关键把把追我合适吗？我现在是不是跟艾丽有沟通啊？说刷我就赢。哎，欢鹤，女人香和两麦床都是遗产，注意一下可以吧？你在哪？啊、okay ，摸一下我，摸一下我，哎，可以摸我，可以摸我。嗯，能摸一下。就剩三台遗产了，就三台遗产了，就三台遗产了。嗯，女人香。跟哪儿？女神像和两百一床都是遗产，都是我和那个的，我和先知的遗产，不知道怎么修的。OK， 我去挖个宝藏。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这个用，这个先知是一挂。传送了，传送了，传送了，传上鸟笼。他需要帮助，让我摸他的意思呗。他说三连三连这三连这三连好像出来了好像出来，我在摸，抓佣兵去了，上头上头啊！怎么给他个保命了？我摸人摸起来就有保命，他开着法拉利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开着法拉利回来了，机子可能够，这把机子可能够，哎，没事，先吃还有二次那个啥，
杀我费心。这把多消了，没人懂。机子够吗？我机子超了，我跟你说，压满摸，压满摸一遍。他快死了呀，是吧？扛到了，开了呀，直接。没一刀斩呐。对啊，这个东西就那也没有一刀斩呢，我寻思着你。哎，又没一个铁大门，我们怎么说？混合打，哎呦，我没查到。你哎，查到了呀，可是贴小门了，换上走，冲小门，换上冲小门，等会冲小门，等会冲小门，我不点大门了。打我！哎，要不我也点大门，点个门玩一玩。打我！先知如果死了，我就得考虑往小门冲了。啊，我死了。你死了没事。我自己了。有自愈吗？有自愈啊。我往小门冲了，我能站起来。我摸得这么快，你凭什么放血我？你凭什么？我第一次死，你能放血我？哎，你凭什么？哎，有鸟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我能够爬到门口。嗯，哎，我操！你看，你看我爬不爬就完事了。我开大门了，老妈，管我吗？对对对，往大门走，你先躲一会儿，先溜一会儿。我一死就没啊！我怎么感觉那个？我怎么感觉摸人快一点？杀我！杀我！来杀我！我怎么感觉摸？闪神我！哎呦，要配合倒地自己好像才快一点。没事，冲！搏命挣扎！搏命冲了呀！哎呀！哎呀，没得爬行加速好难受啊！不过也行。哇，快走！先知好像有鸟，先知好像。地胶在踢墙，好像不是在那个小门第二点。哎呦，哈哈哈！小门地胶，能走吗？看起来有想法、啊。应该大了，等着给你打大动作。你绕过去呗，你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绕过去。小门地二是吧？你确定？大概我踢墙没看到地胶，好像。起飞！我来了，地胶，起飞，给我踢个灯。哎呀我难过了，哎呀，这爬得像只蟑螂，娱乐的，哎呀，博士真好玩呀，博士。